11月15号，谭咏麟、吴雨霏、侧田等一同出席香港作曲及作词家协会传媒午宴，并公布2007 Catch 金帆音乐奖入围名单，其中侧田和吴雨霏入围最佳合唱奖。今年很荣幸可以跟我的小妹妹一起提名最佳合唱，然后她有一首就是对逼得太紧在的歌曲、对歌曲奖啊，入围，对，恭喜你！对，其实我就是跟他合唱的三个，就是我比较少唱这一类型的歌曲。嗯、那作曲的 Joe 也告诉我，这首歌是他最好的作品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他这样子告诉我。那希望有可以得到好的成绩吧。有请就是陈美华教授，就是 Catch 的主席，帮我们致送音乐大使的委任状。我们因为就要重要，所以先给这个好的多謝你作曲啦，咁同埋呢首歌俾咗好多信心我嘅，即係今年咁希望會有更好嘅成績啦。啊，咁好開心，今次係第一次被提名啦，同埋同 Carrie 一齊做呢只歌。侧田表示自己现在最希望在幕后工作方面有所发展。我希望可以做多一点幕后的工作，就是produce 的其他歌手，就是 Carrie 啊，还有我公司很多的朋友，这是我的目标。谭咏麟这个笑香港歌坛数十年的老大哥，还是一个作曲家，他创作的歌曲都曾传唱一时。他笑说自己灵感总是在最轻松的时候找到自己，睡觉的时候会有，就连上洗手间的时候灵感也会送上门。我本人的灵感平常都来自最放松的时候，所以一定是在睡觉之前，还有在睡醒以后，或者是在洗手间，在洗手间也会做了曲的。